shit.各位，全民疯四足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梅西当然也要踢一下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呢，梅西家的对面呢就是一个足球场，我们现在就开车过去吧 ，Let's go。OK， 其实也不太远啊，好像就在前面吧。这里好像没有红绿灯呢，是不是要闯过去啊？咱们就把车子停在边边吧。哦，这里，好多停车位啊，是不是？来。Let's go， 看到没有？整个足球场都是他的。我先把这个天气调好一点。刚才那个有起雾的状态，不是很好踢球。哇，梅西超帅的啦！我看看可以把他换衣服啊？他可以换衣服吗？为什么不能换？我知道了，他是另外一个模组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那看看还可以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用吗 ？Oops， 看来是没有啦，我们就直接穿这件帅气的西装来踢足球好了。然后看到没有，那个篮筐里面有红色的点点。用球碰到的话，可以获得500块钱。我们先试试看。哦，进洞了。这样 ，OK， 他要很靠近那颗球才可以踢。他有角度的，只能正前方了。OK， 我们现在重生一颗球出来，然后他再出现在我正前方。然后碰到他就会下来，啊，没碰到那个红色的圈圈，所以不算在。不过他至少进洞，我们再来练习一颗。哇，好远哦，没进啊，出界了。OK， 我们试一看这个。那为什么都是那个地方啊？我们试看这个地方，一次给他生个三颗球出来。然后踢没进啊，不是，是没有碰到那个红圈，是有进，在喂，哇，这个高飞球，哇，好高哦！我们试看滑垒的，滑垒怎么用？进了！哇，500块啊，是不是？好玩好玩我们再重生一颗。这是什么？是 Rainbow 吗？这是用脚跟去踢球的。我们来试试看啊，这个守门员他会来回左右跑。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踢进去。来，准备好哦。准备好哦，我进了，哈哈，他没有守住。他有时间限制，守门员有时间限制啊，不知道几秒钟就不见了。我们再用一次啊 ，Goalkeeper， 准备好了。嘿，进了，那个人还没什么用处。这是用头去顶他吗？快！硬要给他踢一下。我自己碰圈就没什么用。我们试试看，从后面踢进的话会怎样？角度不好，我再瞧一下角度。
哎，这样也可以耶，基本上只要碰到就有加500块，这样也蛮好赚的。啊，踢远方的，哎，这狗不要来乱啊，来抢我的球。你都没有踢到，哦，滑嘞滑嘞。哇，你这边看看。靠近他靠近他。滑嘞。啊，进了。位置不太好瞧，哦，我什么时候踢这么远了。OK， 我们来换一个 goalkeeper， 但他好像是只有另外一边才有啊，只有这边才有啊，这球还不好踢耶。来来来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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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跳掉了，再来一次再来一次，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，然后杀球杀球杀球，技能踢，这样应该算出界吧？哎，欸，我看他，哦，他是无敌的。哦，他还有另外一个模式，好像是挡这个门的。我看看哦，这个是人墙，哇，好多人啊，8个人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再加一个守门员，就9个吗？欸，我们先试试看可不可以踢进去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要重置了啊！我再重新再开一次人墙出来，准备好了啊！好，我要踢喽！哎，欸，没踢到，我进了，从中间穿过。嘿，欸，哦，他们好硬哦。应该根本是物件吧，这是用推的吗？他是用胸部顶球出去的。我们再次人墙哦，试试看到底我们办法可以顶住球，刷雷传过去了。那我们再重申一颗球踢，有有有，打到他的头，成功守住我的球了，踢！哇，这次好远哦，踢！高飞球有机会进吗？啊，哈哈，欸，超好玩的，再来！欸，这样很近啊！哦，他可以捡球，我们再捡一次。刚才球放了太多颗了。踢，哇，哦，是用头去顶的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哎，坑，哇，好远哦，是哦。我们站远一点啊，哦。坑，哎，这样也可以哦。啊，我们这次足球练习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嘛，好不好？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